是检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五路士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未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为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Enter by the narrow gate。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肚脐，在是猴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观，永脱苦海。母自垂母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引孙权平师立，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十戒第七戒，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速拜真师反摇西，二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意，赞美诗词作高歌三点，太上老君道德五前卫严谨，速拜功成早归根四点，释迦牟尼真空
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五点孔老夫子凶神之化之其旨。静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悟又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尽道矣。性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性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连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邪曰：“在瓦。”辟曰：“何其欲？”沈邪曰：“在屎。”你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坚是律系也。每下欲况，汝为莫比，无乎陶物。指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意也。庄子之备有第二十二老母娘的心声。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十戒一戒亦当出天未分混沌未判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九六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乘青龙跨彩奉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闷倦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将玉意穿的是灯云鞋仙衣仙衫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化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毁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不至星斗浊气降宁为地湖海山川至宁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黄及坤前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有生三一本散万书灾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旅次的差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止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九三山坡红醉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衣鞋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
患耳重等速冬分末要在脸如若是先衣鞋交与耳等耳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国子可引心权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法家还母言答三其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已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金钱孝圣法贤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荣华极乐不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奉无量尊严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已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行谈闲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谈情消遣礼天之静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意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意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石洲际东海有山名杜所山上有大桃树蟠区三千里约蟠母武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将以仙桃四颗与帝帝时折收七颗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境境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一元十二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一万零八百年一元共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北方生育
佛四千八百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即一万零八百年辰会西北方空古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五千八百年，伏羲世代礼佛五百年，即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